室里面哦，会感受到会有一股热气，对不对？刚刚那边的差很多，那现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黄灯，好黄灯。那这边呢是绿灯，好绿灯，然后拿来闻，拿在手上，所以臭臭的。好，在旁边。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边，来，它长得好。这个吃起来像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像龙眼，甜的。好吃吗？苦吗？还是苦？这个已经算很美，得意的笑，沧海一声笑。百香果是毛细软，是全世界最小颗的百香果。你会摸摸看，它很黏，很黏，那个就是它的糖。南瓜最大天敌是什么？是我，不是小朋友。好，给我一个 tempo， 哟，翻得起来吗？只要有继续升，我们就把它。再翻的话会打。开心吗？